哇塞，姐妹们，我看见了满色满肉的，翻到里面来了，你看看，紫红色的这个项链珠，哪有这样的拿货拿到里面？这个好看，哎，这个给你对比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一手货，一手的那个样子吗？对，这个是卡六，那个是卡七，哎，这个只有三条吗？没有了，这个老板，你别挨了，我打孔打不开，打孔他在打了20颗针都没把一个珠子打掉，老板在那里悄悄的打孔啊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姐姐们，这个是润子今天来老板娘家这里发现的新货啊，这个好哎，肯定好了，颜色是最好的，你戴一条更好看，这种就是达到了收藏品质的，哇，这个超好看，超级好看，这个好美呀、啊，这个纹路怎么样？它有一点点那种黑的动线，它锦红色的嘛，有一点点都很正常。它这个是原矿的，没有说经过处理过呀、烧过呀，对，没有处理过，也不是那种四川的。那种蓝红啊，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宝山蓝红，这个是上手的一个效果，然后这个的话是上身的一个效果，哇塞，这个好好看，这个可以做文玩呀，这个漂亮，取来给我。这个还有没有啊？这个没有了。啊，这个小一点的啊，杨姨老板娘。不要翻了，没有了。还有没有？不要翻了，没有了。看看下面的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柜子里面还有？没有了。再找找，快点。哎呦，你给我了。没有了。哎呀，不要拿了，给我看一下嘛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你又乱砍我。这个的话就是冰的，但是这个的话就是那种锦红的。哎呀，没有了，看一下啦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真的那么苗条，你多吃一点肉。哎呀，给我看一下了。不一样的这个。什么不一样？它都是蓝红。颜色，你少拿一点嘛。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又怕你砍价。哇塞，这一些好啊，姐姐们。你。不要打开，不要打开，我看一下啦。哎呦，你不要把它打开呀、啊！这一批啊，好好看呀、啊，超美超美，这个蓝红真的超级的绝，卡七加的，看到没有？卡7.5加的啊、哦，这个有多少颗？108颗。嗯，这个卡七的就是108颗，108颗，我绕手可以绕5圈。哎，这个给我弄2条嘛，好不好？这条不要，本来有10条，这条小一点嘛。这条不要，你卡6的肯定不能跟卡7的一起卖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对对，你就按卡6的价格来卖给我就可以了。你是怎么想的，这个脑袋瓜子？不能这样，我跟你讲，你哈哈都这样，我有好货我都不敢给你看了。哈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每次都来给滴滴的价，拿着货就走掉那种。方言都出来了啊，哈哈哈哈，就是我们云南说的方言。这一批的话，你再这样看，以后我有好货我都不敢给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你不要来自己翻了，出去。这一批的完美度，姐姐们，品质是真的非常好，而且它那种纹路的话，基本上都没有。完美度99%啦。对对对，差不多。完美度的话，也不能说99%吧，95%是有的啊。这个我知道，价格不温柔。这个不卖给你。你说一下价钱嘛，老板，你老婆不卖货。叫啥了？你老婆不卖货、啊，锦红的那一把，他专来这里面翻的，他瞎搞呢？什么瞎搞？人家是来正经做生意的，还瞎搞？这个来说个卖家嘛，你们两个谁说了算？我俩都可以说了算呐。嗯，你出去行不行呀、啊？你不要来里面。好，那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把货留下。说价格，这个说价格，这个卖13000一条。过来。锦红色的呢？我知道是锦红的，老子有问题，不好使吗？该吃点药了。这个是锦红色的呢，你真下手打我呀？不是真打，我还假打呀。说个卖家，快点，我跟你谈了，好好来。这个13000，实价，实价，13000一条。你去外面一圈的话，别人也打这个价钱，我来你这里干嘛？你去别人家绕一圈，看看哪家有这种颜色的货，你去绕一圈再回来嘛。你这个价格太贵了，太离谱了。这个是我这里面这么多的货头啊，看一下我成本多少钱。你说什么成本呀、啊、你的成本价格给我漏了，9条又不多，你再卖这些这么多珠子，你看一下，他们这边有冰的，有杨柳粉的，还有糖果色的，他这边的珠子多得不得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挑的这一批的话又是品质最好的。来吧，送个卖家，13000，价格不给力啊，就是10000以下就没有机会，就不谈了。全部吗？你脑子在想啥呢？我老子在想你家蓝红，你就这样子吧，你就算满色满肉的锦红色啊，你就给我云子打，你就这样子算，算3500一条，3500我只能买卡六。走了，你过来好好说。你明天要走了，我也是想
再走的时候再开个账吧。明天我不来了，我下次也不来了。你这个价格太离谱了。我是能看到这个价格，但是的话就是你成熟长的价格肯定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它是锦红色，它不是柿子红。老板娘，你人长那么漂亮，就算3500行不行？你说10000块钱我也能看到那个价格，但是我成熟长。问他一下，问他。哎，老板。他说3500。说小的吧，小的他不要，这么和气，这么多，太脏了。他明天走了，赶紧再卖一单给他。3500×9条，31500块钱。他自己来柜子里面翻的呢，快点拉，可以的啦。这种我不要，我要这种。你那个价格能拿到那种？我的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娘，走吧。没，我给你转钱啊，回头。这种真的要卖10000多一条啊？我知道，但是。祝老板娘走，姐妹们，咱们这一期给你们拿到自然锅下面看啊，颜色是真的非常的红润，而且品质是真的很到位。这个其实大千的话都能看到，但是的话日子就给了他3500，品质跟价格是非常给力的。喜欢的宝宝来千万不要错过了，卡西加德满色满肉的锦红料。